新版本栀子律师巅峰局随便溜。不是你会玩游戏吧？我告诉你自己去玩吧，我告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太。那么这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把律师。律师在现在版本的话加强之后，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强啊。然后的话，这把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把六鬼啊。那么开局的话，这边的话，哎呦鬼，哇，很没想直接过来追我，非常非常牛啊！别拉点了，不逗留了。你怎么好像直接看我的位置啊？我看，我好害怕，我看。我也不是触发再拉点、啊，他把我树拔了，可以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！感谢胖胖猪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噔噔噔噔噔！我操！我要闪现，我操，没闪。火没好，哎，操了，我操，这边绕的有点问题，我哥，压满就够了，硬挂 DS 压满就够了。紫火会是围绕着你转的，蓝火是不是围绕你转的？蓝火是地图边缘啊。快过来卖屁股！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知道我的位置啊？从开局就感觉不太对劲啊！你现在能看到位置有紫火，我知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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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看是不是直接来找我啊？还行还行啊，别开。开呀，睡着了吗，大哥？直接开呀，投降了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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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还找人？好吧，倒没说啊。不是你会玩游戏吧？我告诉你自己去玩吧，我哥，我操，会拉火箭吗你大哥？我哥，律师六鬼，不是有手就行吗？